在过年啊，总算有人会当倒转来这家己的故乡，甲厝里含这规家伙啊来团圆。这是何小凤，何小凤今仔日在总算倒转伊家伊出生的这所在台东的台埔。啊，不过因为这何小凤受到保全甲美国下岗的这保护，伊袂当来讲话。啊，不过是何小凤袂倒转到厝，伊的这亲戚甲厝里人拢真欢喜。何小凤总算倒来啊！离家二十几年，何小凤再度踏上台东的土地，心中真欢喜。伊一路上受到一定保全人员甲美国社工，也佮有台东县长黄建廷小心的保护。国内媒体嘛特别采访何小凤，唔知影是无法度表达，也是受到限制，无对媒体讲一句话。我跟他聊了一些，包括他还有对台东话有没有印象啊？那已经都没什么印象了。离开台东机场，外交部甲王祖美文化会派出专车将何小凤送回台埔乡台埔村永久厝的家。因过因家门口早就刻满了媒体甲外国的厝边，厝边想要看下这位因为被收养，到了美国又搁被收养家庭的台何小凤，怎卖模样？我一转来，看到美国个来生活来好接。20多年了，快30年了吧，没有看到他了。当然回来我们很高兴啊，要给他抱一抱。回来就好了啦，没有事了啦，哈。何小凤伫过年前回来完成家庭，唔那甲失联多年的家庭团圆，将会初二也阁要参加妹妹婚礼，让伊伫美国表达想要回来心愿，终成实现。记者综合报道。